我们上堂课讲到这个血小板，介绍血小板的收量啊，和它的这个寿命。那么这个血小板的主要的生理功能还记得吧？两个啊，一个就是维持血管壁的完整性啊，第二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啊这个止血功能。血小板怎样来完成的止血功能？我们上次介绍啊，第一个就是通过它的这个粘附作用。啊，什么叫粘附？还记得吧？就是血小板啊，对，粘附到其他细胞上面啊，是的，粘附到其他细胞上面，这是广义的概念，就是要一种细胞粘附到啊，粘到另外一种细胞上面啊。对这个止血来讲，因为它是这个血管破裂后暴露去胶原，所以血上血血小板粘附到这个胶原上面啊。那么它怎样来完成的粘附功能？我们讲了要需要这个锚啊，像全靠一样的需要这个锚定的作用。那么主要是通过这个呢，膜端蛋白和这个呢 VWF 因子啊 ，VWF 因子啊，跟膜端蛋白结合，这是它的第一个啊，通过粘附来完成它的止血。第二个聚集啊，什么叫聚集？我们经常把这粘附跟聚集连在一块讲，实际上两个概念后面是有不同的啊。粘附是一种细胞连在另外一种细胞上面，聚集是同一种细胞相互之间连在一块，这叫做啊聚集。所以聚集跟粘附还是有区别的。就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们讲把它血小板看作一艘船，把它血管壁看着是河岸啊，比如香江的堤岸，那么这个船靠岸，这是粘附，啊，那要好多好多船在附近上连在一块，叫做聚集啊。当年我们知道，周瑜火烧赤壁，烧曹操的船，曹操那么多船停到长江岸面上，那我们是粘附，那要彭腾给他先连完集，把这个所有的船用铁链上到一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聚集啊，比喻不恰当，实际上是这么回事。所以然后通过粘附，通过聚集，所以血小板就在这个缺口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止血装置，就把这个缺口给堵上了啊。我们看看这示意图是吧，这个血小板连着这个破损的血管壁子里，就是粘附，血小板跟血小板之间连在一块，就叫做聚集啊，叫聚集。那么粘附是要需要膜端蛋白跟 VW 因子来接到，那么聚集啊，它需要什么呢？它聚集也需要一些活性物质，比如说五羟色胺啦，比如说去甲啦，比如说 ADP 啊 ，ATP 大家是很熟悉了啊 ，ATP 是我们体内能量的能够利用的唯一的化学形式。去掉一个高能连生键就变成了 ADP。 这 ADP 血小板啊，里面有没有？有啊，我们讲它有个阿尔法颗粒啊，阿尔法颗粒是组织学的，就老师讲过了，它里面有好多这个有效成分化学物质，那是百宝箱。所以血小板啊受刺激也好，它可以把这个 ADP 上出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受损伤的组织局部，它的细胞受损伤也好，也可以把细胞里面的 ADP 送出来。那么这些东西对血小板的活化就起这个促进作用啊。那么这个聚集它分为两个实相，就是首先这个组织损伤以后释放的 ADP 引起的血小板聚集，我们把它称之为第一实相啊，聚集第一实相。那么这个聚集第一实相，因为聚集它这个 ADP 是血小板以外的，不是它本身阿尔法颗粒上的，是受损伤的组织啊或者血液中间来的啊。那么这个的话，它聚集以后如果受外力的影响，它还可以分开。所以第一个啊聚集实相它的特点呢是可逆性的，那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的话显得止血装置不牢固，可逆可以分开啊。那个人讲类比一下，这个拳不是用铁链拴住的，是用这个草绳拴住的，所以分量一大还可以分开啊。好，
那么这个聚集在一块也好，受到外面的刺激也好，血小板它自己内部的这个 ADP 就会上去了。那么自己内部的 ADP 上去了也好，它引起的血小板聚集那就比较牢固了，那个我们称之为进入第二个实现的聚集。那第二个实现聚集呢，那是不可逆，那分不开了。所以血小板的聚集进入第二个实现也好啊，它就这个现在的秩序三指就比较结实了，比较牢固啊。这是啊，血小板通过聚集，那把这个秩序三指形成的比较牢固。那么举了这个啊 ，ADP 能够促进血小板聚集以外，观察讲呢，还有一些其他物质也能够影响血小板的活化。那么另外一类很重要的就是前列腺素啊 ，PG。啊，是这个前列腺素物质。前列腺素我们可能已经生化了就学过，它也是一个大家庭啊，一个大家庭兄弟姊妹很多，那就是说有些成分很多。它是怎么来的啊？它的前体，它这种物质它就在血小板的啊这个膜的膜上面的磷脂里面啊。然后你们看菌就说，菌们还有这个膜磷脂代谢产物啊，膜磷脂代谢产物与血栓啊形成，或者是血液凝固的改变，然后这个磷脂增高就有发生四血生，发生四血生通过一系列代谢就会转变为呢前列腺素。啊，那么我对我们今天来讲比较重要的，我们要关注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发生四血生，它啊往下面找的过程中间，它受到一种这个酶的影响，就是含有化合酶。万一化合酶把它促进它分解为啊 PGH2 啊，那其实是 H2 啊，你看说 ABCDFGH， 然后那就说明它这个啊层面很多，是吧？后面还有说受子表示好的发现受子不够，还有什么呢？还有阿尔法贝塔这些东西，所以呢它是这个大家庭啊，很复杂啊。那么合成 PGH2 也好，它有三条路啊。那我对我们来讲，我们至少要记住两条路，一个是合成血小板素 TXL， 一个是啊 I2PGI2 啊，这两个东西它的作用消化 TXL 它叫做血小板素，它是促进血小板聚集的，促进血小板活化的，那是有利于血小板凝固聚集。而 PGI2 呢正好相反，它是抑制它的啊，意思的。所以这个血小板在这个局部，在这个微血管里面，它是该粘附聚集该活化，还是该坚持不粘附聚集，那就取决什么？取决这两个东西的比值，这两个东西比值啊。这个比值如果 TXL 升高，那就往活化的方向找，PGI2 升高，那就是什么？还是抑制它，不利于它凝附聚集方向找，啊。那么哪个还有哪个因素可以影响它往这方面找呢？啊，有很重要的物质就是这个呢，啊，阿司匹林啊。我上次讲了，啊，现在好多人知道，在药店里买的阿司匹林呢，啊，就怕发生血栓产生的疾病。但是这个阿司匹林是怎样来起作用的，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就阿司匹林它抑制着患有或没有好，那么往下面走这个路就是什么呢？就被走断了啊。走断了就说 TXL 就少了， TXL 少了，血小板不会活化，是吧？当然 PGI2 也会少，但是 PGI2 它还有其他啊这个细胞产生，比如血管内壁细胞它就能产生。但是对血小板来讲，上次我讲了它的结构特点上面还记得吧？它是没有细胞核的，它没有细胞核，受到阿司匹林抑制也好，或者这个酶就被抑制了，它就因为不会再产生新的酶了，不会产生新的酶，那就说它就不可能再什么有 TXL 产生了。所以这个血小板它的功能，凝附聚集的功能就真是没有了，这个血小板就明明没有了。那没有怎么办？上次讲了，必须要产生新的血小板。所以血小板的寿命9到14天，上头和我一样的有记，为什么？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啊，这凌晨一点啊，所以他必须得心理学校班产生也好，他这个酶才能够促进啊，它产生新的 TXL，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们是啊，这个以后过来要做课题啊，有的时候你说有的说研究生那种，那么你去才来测定这些东西啊，就是磷脂的啊，代谢产物的话，它的体内没有受到激活的时期，它是就已经什么，它产生哪里了？所以受到刺激，它就很快会呢释放出来。所以起材的就得记得，它你引到刺激物也好啊，十分钟一颗等之类，要去学去标本来测定。它如果通过成型 DNA 合成了，那就几个小时。所以有些人他不懂啊，给他刺激物也好，得上三四个小时也好，测定不升高，实际上它已经什么，它已经升高有降低了啊。所以这提醒注意好啊。所以这个阿司匹林也好，对血小板的这个活化的抑制是真诚性的啊，这点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刚才讲这个前列腺素，它这个大家庭是吧？这个助演供不全能，后来我们已经介绍 TXL 啊，它是促进血小板的聚集，并且是小血管，小血管就是的微动脉、后微动脉，解剖什么很小的啊那些来收缩，然后血管收缩。使血小板跟血管壁的接触的机会增加，是有利于它呢粘附聚集的。好，等于那是 PGI2， 它是扩张血管，那血小板要粘附到血管壁上面，距离增加了，同时呢它有抑制到活化的过程，所以这两个东西的作用呢正好是相反的啊，正好相反的。这是第二个，血小板通过这个聚集啊。另外呢，血小板与紧急中发生这个血液凝固两种情况也有很重要的关系。但是血小板主要它本身粘附聚集啊，释放一些物质来参与这个止血酸酯的形成以外，它对下面我也讲的血液凝固这个过程它也有巨大的贡献。那怎样来参与凝血过程呢？第一个，它吸附大量凝血因子，把这个凝血因子吸附到血小板它的膜上面，它磷脂上面吸附到上面哈。我等一下讲凝血反应，它是一系列的酶促反应。我们都知道酶促反应的话，那就有酶有底物，对不对？如果把酶跟底物都吸附到一块，距离空间距离变小了，那么这个酶促反应的速度就会加快。所以它把这些凝血因子吸附到一块也好，肯定为以后的这个凝血反应的进程加快，肯定起促进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释放一些物质来参与凝血过程这个释放的物质种类很多你们不记得也没关系，反正你知道它释放许多物质，比如说这个血小板因子血小板因子二三还有四硫等等很多它能够来促进这个血液凝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像血小板四，它会增厚干瘦，对，要讲干瘦，它有这个什么抗凝的作用。你把这个抗凝的东西给它增厚了，那等于这个呢，周凝的力量呢就会增加，是吧？本身抗凝、周凝它是一个balance， 是吧？你是把这个平衡给它打破，那肯定是促进血液凝固的再一个就是血小板六血小板因子六，它可以抑制群溶。也等下还讲群溶系统这个血液凝固了，现在血凝快了以后，体内还有群溶系统把这血凝块给它呢引改，所以你等着抑制这个群溶系统的话呢，那等于这个凝块血凝块降解的过程变慢，那等于是凝固性增加，是那另一个方面来促进血液凝固再一个呢，它也有这个参与这个群溶参与清营，那就清营系统它是也包括两个，一个是激活系统，一个呢抑制系统。所以清营系统等一下讲，一个凝聚系统一样，它也是一种一种矛盾的一个 balance。那这样呢，它不但引起这个调节凝聚系统，它还可以引起呢清营系统。所以在凝聚这一块，实际上是凝聚、抗凝、清营、抗清，这个四个系统它的功能是相互之间连在一块
啊，连着一块，啊，好，这是血细胞的功能，我们知道了。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第三个重要的啊部分，就是生理性的止血以及血液凝固和前列腺。什么叫生理性的止血？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都经历过啊，一不小心那皮肤被啊什么东西刮破了。那肯定就会损伤小血管，就昌明这个点就出血，对不对？好，出血我们用这个东西压一压，把它昌明压一压，过了那么啊一分钟、几分钟，然后发现这个出血就什么，就停止了。所以这种现象，我们就把它称之为生理性的止血。所以生理性的止血，啊有两个关键词要注意，一个损伤的是小的血管。大的动脉肯定不行了，止不住了，对不对？那肯定要通过啊医务人员啊其他人员的帮忙包扎止血，是吧？这是一个小血管。第二个，它是只能的很短的啊，一分钟到几分钟就停止了。如果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停止，那就肯定不是身体了，是有问题了，对不对？啊，所以小的血管啊受损伤也好，几分钟之内。能够自然的停止，这就叫做生理性的止血啊。那么生理性的止血，它包括三个过程啊。哪三个过程呢？我们把这血管过来讲呢，你把它比喻一条河，那比如说我们假设长江的湘江是吧？这河里面有水，那么血管我们看这河，那么血管里面是流的血。好，这个河去提也好，那血就流到了这个城市里面了。这如果河越宽，水位越高，那么它这个缺口里面流出的血呢，就什么，它就越多。所以如果这个在河床边折边边边边边边那个小水沟，那么流出的血就什么，它就会少。但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血管它是可以收缩的，是吧？所以生理性止血反应的第一步就是血管收缩，血管收缩。啊，把这个血管变小，血流减少，那么出血肯定就什么，就减少。所以这个是最快的啊，小血管的收缩是生理性止血中啊，出血最快、最迅速的。好多人把这个步骤忘了。第一个步骤，接着刚才讲血小板的功能的好，我已经介绍过了，通过它粘附、聚集和呢释放反应，形成止血三次，啊。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我下面还要介绍的血液凝固啊，血液凝固。你看看这个啊，血管受损伤了以后，是吧？这个血管一收缩，哎，一变小，这血流就会减少，流出的就是什么，就会少。所以血管收缩在生理性止血中啊，是反应最迅速的，是啊第一个环节，别忘了啊。那怎么呢？啊，出现的呢？机制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有神经啊，神经调节，你这有个损伤因素刺激损伤血管的疼痛，就刺激了局部的神经的末梢的感受器，是一个神经反射。第一个血小板啊，粘附到这里也好，血小板过来讲，它有释放反应，它释放一些活性物质啊，比如说 TXL， 比如说啊五羟色胺，像这些东西它就能够引起这个血管收缩，是吧？这是第一个。然后紧接着血小板通过它粘附聚集，就舍身堵腔眼，把这口子呢堵住，这是第一个环节，是吧？然后第三个就是血液凝固啊，血液凝固也好，形成纤维蛋白网，形成纤维蛋白网，把这个啊血液中的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啊这些有性成分就给它呢啊，网络在这里面，就把这个口子呢给它呢堵住了，啊，这是完整的止血的啊过程，有三个环节啊。那么这个啊第三个环节我来讲，就是血液凝固。血液凝固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血液是以液体状的形式在血管里面流动的，那么受到刺激也好，激活也好。它可以能流动的液体状态变为
不流动的凝胶状的固体生态。那么呢，液体变为凝胶状的固体状的过程就是血液凝固啊，就是血液凝固。你看，它自然就形成这样的纤维蛋白网，这样的啊，或者黄色的，这叫是纤维蛋白丝，然后里面网络的这样的呢细胞成分，就形成了一个呢凝胶状的流不动的凝块了。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血液凝固啊。这个血液形成血凝块以后，这个里面的血小板它也是收缩蛋白，它可以收缩，血管可以收小，把挤得快，那里面的这个水分，这液体成分就可以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的这液体成分就叫做呢血清啊，血清。我上次讲血液的这血液加了抗凝剂啊，把离型血细胞的下面上面的成分叫血浆，也是液体的成分。那么这血浆与这血液凝固以后，那个血凝块收缩里面释放出来的这液体形成的血清，这两种肯定是什么不相同，是吧？有什么不相同啊？我们带着问题通过下面的学习也好，你再来分析看有什么不同啊。那过来讲，形成这个啊这么大一个血凝块也好，它一收缩啊，把里面的液体成分挤出来了，是吧？好，那就是说刚才讲这个生理性秩序，它的启动环境它有一个叫什么血管受损伤。如果没有血管受损伤，这三个过程就不会启动啊，就不会启动啊，这个很重要，同学们记住。生理性的秩序引起的血液凝固，它有一个启动因素就是血管受损伤。我们以后在临床上面看到这个病人的心肌梗死、脑梗死，他有没有血管损伤？有没有血管破裂？是没有的，没有血管破裂，但是他也启动了一个凝血，所以那就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是有个诱因，血管破了，病理的是没有血管破，他也来了，所以问题在这里啊。我讲血管破了以后，首先通过神经反射很快引起血管收缩，同时呢暴露去内壁下的组织啊，引起血小板粘附聚集和释放。血小板这个释放过程呢，它呢可以释放 TXL， 就会释放呢五羟色胺，这些东西也可以引起这个小血管的收缩，来加强第一个过程，是吧？所以血小板啊，第一个过程参与了。那么第三个过程就是血液凝固，血液凝固它也通过释放一系列的活性物质来参与凝血系统，所以血小板在这个生理性秩序的三个过程间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这个题目考你们，血小板在生理性秩序中间起什么作用，你们就知道了它起什么作用呢？那肯定起最重要的地位，是不是啊？为什么起最重要的地位啊？因为生理性秩序的这三个环节它都参与了，集中在这样的生理性秩序上最重要的这个环境，你们知道应该是哪一个啊？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缺口这个地方啊，要把它堵住，那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堵得住啊？只有血小板才堵得住，它粘附聚集形成牢固的秩序上才能把它堵得住，对不对啊？而且对这两个过程它贡献也不小，所以它三个过程都参与了，所以它在生理性秩序中间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是以中心地位或者重要地位啊。这是啊这个生理性秩序。好，刚才讲了通过血液凝固以后啊，就这个释放出血清，那就血液跟血浆的区别我们知道了，然后血浆与血清那就是还有什么区别？那就刚才讲血浆中间就是跟血液区别，就是没有血细胞，对不对？那么血浆跟血清那是不是完全相同呢？不会，我们知道马上要讲血液凝固肯定就会消耗一些凝血有关的物质啊，血浆中间就少了这个的，同时呢这凝血物质活化的过程间肯定会变成另外一些物质，那是血浆中间没有的，它肯定来了，所以血浆跟血清是不同的啊。以后你们等一下可能做这个物理学的研究啊，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日本人的70年代啊，特别是中药方面研究
还有许禽优的休息，这个药物不能刺激它的动物体内，所以喂给动物把它药物吃进来，吃进来以后呢，过了段时间就把血取出来，那油就到了血液中去了，然后把它啊血液凝固以后，把它释放出这血清，那里面就还有这个药物，再然后拿这个药物来做实验，那叫做血清游离学啊。现在我们通过我的师傅啊，我们师兄弟好多这个研究发现，这个血清跟血浆差得太远了，所以这样做的实验结果啊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建议还是用这个血浆来做，这个啊切了血以后不能发生血凝固，就把它什么呢，像矿磷也好，把离穷引到血浆来做，这样比血清游离学做出的效果要好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啊概念上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有大量的临床啊这个是实验中啊发现大量的血清跟血浆中啊有很多不同，所以呢啊我们认为这个血浆比血清来做实验更好啊。这是第一画画啊，现在我们呢就来看这个血液凝固啊，血液是怎么凝固的，这个血液凝固是一系列的酶促反应，是由大量的凝血因子啊来参与的。那么参与凝血反应的是因子，它有的是存在于血浆里面，有的是存在呢血管外面组织间隙啊。原来认为大多数是在血管里面，那么现在研究呢，这血管外面的种类呢也不少啊，也不少。好，那我现在就来看看啊，这个凝血因子。这凝血因子，你们要一个个记呢，很难的记。我们记些这个啊，重要的一些干性东西。这凝血因子，它根据发现的写好顺序，国际上面是用罗马数字来命名的。啊，就是这个，根据发现的顺序，用罗马数字来命名。罗马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依次命名到一十三，啊。像这就是三啊，不像你们的罗马数字能都不能都要下课呀，再自己慢慢要去记啊。这是一个，这个因子三，我们现在叫做组织因子，它这个是不在血管里面的。那名字看到就组织因子，它肯定在组织里面，不在血管里面，是吧？好，然后就要因子四和血小板三因子以外，因子四。原来发现还有个因子六，所以我们讲有罗马数字命一直命名到一十三，实际上呢是一十二个因子四跟因子六，后来发现是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钙离子。钙离子我知道肯定不是三位置了，是吧？好，这个血小板因子三呢，那是磷脂，关键就是磷脂，所以这两个不是蛋白质啊，其他的都是蛋白质。这体内大多数的这个凝血因子都是这个什么呢啊，酶原的形式存在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是酶原，我们知道酶原是没有活性没有活化啊，它必须要说到结合变成酶以后才有这个啊效，这有这个生理生化的效应啊，所以在体内肯定应该是以酶原的形式存在好，否则的话那就是血液在流动过程间那会激活凝血反应呢，那不就麻烦了，所以都是酶原的形式存在啊。再一个就是因子二七九十，它们是在肝脏里面合成的，在这合成过程间呢它需要维生素 K 的帮助，所以在临床上面以后你们就看到这个肝脏功能不好的病人啊，他就这些因子合成就会障碍，所以肝功能不好的病人呢就会有病人有这个什么呢啊虚血的倾向，凝血功能不好。等下以后你们就搞肝移植啊，什么这外国大夫啊，这个肝移植的病人也特别小心，他本身凝血功能就不好，就引起缺血，再像移植过程你把他肝脏啊这外邪的肝脏拿出来再移过新的肝进来，他还有一段时间移进来的还没有活了，功能还没有恢复了，所以那体内的凝血因子就什么就更加少了，就更加缺血了啊。所以其他大多数的移植是怕这个地方发生血栓的不同，而肝移植呢还正好相反，就怕它缺血不止啊，这要小心啊。所以啊有些刺激医生呢，他你缺血了，那就给你打维生素 K， 他不知道是为什么，甚至打了维生素 K 呢是补充
为什么可以好呢？在这些凝聚的合成呢，也是促进作用啊，增加凝聚功能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两个因子，就是五因子跟八因子。五因子跟八因子，它两个是这个凝聚的加速因子啊，每一个都是能够使凝聚反应啊加快啊1000倍。所以有了这两个因子以后，就能够使凝聚过程大大的加速，大大的加速。所以这个啊凝聚这两个因子，如果出现减少功能障碍的话，那就有啊有凝聚明显缩手。到临床上面啊，有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就是八因子减少，八因子功能障碍，那就是有病啊。这种小孩从小就有了，一旦一不小心再想啊，显得有好大的血肿啊，出血不止。要是如果出现内脏出血，那就麻烦了啊。你看啊，脑子里面出血啊，还有内脏出血啊，这种可能就危及生命。所以啊，因为这个假性怎么有很多凝聚构成凝型的减慢嘛。好，就是这凝聚因子我们知道了。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啊，血液是怎么凝固的，经典的凝聚过程是什么。为什么下个经典两个字啊，那说明这个凝聚的这个啊机制，那现在有进展。为什么先加讲经典的，因为现在所有的教科书啊，包括基础临床都还是这么写的。实际上这个理论上面有很大的进步了，现在还没有跟上来。所以我先把这个经典的过程，我们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啊，告诉大家。然后我们作为以后一个高级医务人员，我遇到解释不了的问题，我怎样来啊思考怎么来解决，这是我们啊应该掌握的本领啊。这个观点讲，这血液凝固太重要了，血管破了必须血液凝固要止血，对不对？好，在这病理状态，血管没有破，它也可能出现这个血液凝固，形成心肌梗死、脑梗死，这也是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啊，要对血液凝固要搞清楚。所以我们的前辈们啊，在100多年前就在这个看这个问题啊，来怎么呢？了解这个血液怎么凝固的。那我这个啊，血液怎么凝固的呢？这个十因子啊。这个十因子难道啊，不是叫 X 的啊，罗马是十因子。十因子活化以后，它就能够使凝聚酶原活化，凝聚酶原活化形成凝聚酶啊，凝聚酶酶嘛，我们知道肯定就是什么蛋白酶，就可以就血甲基和蛋白的作用。它血甲什么蛋白呢？它血甲纤维蛋白啊，血甲纤维蛋白原啊，使它变为呢纤维蛋白。啊，我问你了，纤维蛋白形成以后，就形成到网络这里蛋白网，就把这个啊血细胞把网络到一块，就形成了呢血凝块。因为细胞，上次我讲了三种血细胞都是单个存在的，现在呢，我形成一个纤维蛋白网了以后，就把所有的这血细胞就网络到一块了，那网络一块了，当然就动不了，流不动了，对不对？啊，就变成呢啊，这个啊，血凝块了，这是这个基本的过程啊。那就是说，十因子活化以后，就能够使凝聚酶原活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呢，这个五因子它是加速它的活化的啊。十因子就是钙离子，钙我们知道钙离子是在多个环境都是促进这个啊血凝固的啊，需要把三因子。再重要的就是这个什么？再重要的。就是五因子啊，五因子。好，那么这个十因子，只要十因子活化以后，就可以使凝聚酶原活化，就能够引起凝聚。现在问题就是，十因子怎么被活化？十因子怎么被活化？十因子活化啊，按照经典的来讲，它有两个途径来活化它，两个途径来活化它。一个途径就是叫做内源性的活化途径啊。什么叫内源性活化途径呢？那就是活化它的所有的物质都是存在于血管里面，所以这个内是指血管内啊，引起十因子活化的所有的因子都存在血管里面，所以我们叫做内聚合途径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活化适应质的物质埋在血管里面，在血管外面，那么叫做外源性的旧头菌。那么主要是哪个呢？三因子。刚才我们介绍三因子叫组织因子，对不对？现在呢我们一般不叫三因子了，叫呢组织因子啊，组织因子。所以经典的活化途径有两条。现在我们就看看内激活途径。内激活途径或者是内源性的激活途径，它是由哪个因子开始被活化开始的呢？色因子。色因子也叫汉伽马因子汉伽马是一个人的名字叫汉伽马因子。这个色因子被活化就形成活化的色因子。这个色因子怎么活化呢？现在认为它是通过这个表面的这个负电荷的这个影响引起它分子高效的改变所以把它称之为表面激活。就一个这个带负电荷的因子可以引起它，所以血管受损伤也好局部这个带负电荷的因素就会增多，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提醒的你们注意就大分子物质它的表面学什么的就不知道老师讲过没有，大分子物质的表面血化膜中间许多都带什么呢？负电荷，许多带的负电荷。那你想想什么细菌呢运行的它就带什么？它也带负电荷，所以这些细菌病毒进来就有可能呢激活适应子。还有一个以后尤其特别女人学，你们以后可能当这个产科医生的可能比较多，是吧？小孩孕妇这个生产过程间这个胎盘如果剥离了，胎儿还没有生出来，那有可能这个羊水就能这个什么呢？如果羊血如果能够串面流的母体的嘛，这羊血里面也有很多苦力因为胎儿的代谢产物粪便呢，有些东西就都在这什么吐露细胞在羊血里面。好，这样的话基于母体的嘛，它也带负电荷的它也有可能呢来通过这个表面激素来活化适应子。所以这样的话你想想看，这孕妇本身血液凝固性就会增高再加上这些因素进来以后，活化适应子就有可能引起血管里面发生凝血血管里发生凝血的话，那就是这个死亡率还蛮高的所以这个注意所以这个适应子通过这个表面带负电荷的作用把它引起高效的改变来活化它，我们叫做表面激活改变。等于我们就是说适应子活化的这个过程比较慢，它要好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比较慢先记住这慢为什么慢这慢有不有问题我们先换这里。适应子活化以后就能够活化呢是一因子适应子活化就能够活化是一因子所以这是第一块的和表面激素活化阶段活化了适应子，适应子活化以后就活化了适应子。好，适应子活化以后它紧接着会干什么呢它就能够把酒因子给活化，酒因子活化以后就能够活化呢适应子适应子活化我们后面的事情都知道了，是吧？包括是凝血酶原活化。那么这个是一因子、酒因子、适应子甚至凝血酶原这些物质都可以被血小板吸附到它的这个膜表面，吸附到凝脂层面。所以这些反应它在哪里进行的都在血小板的这膜的凝脂上面来进行的，所以叫做凝脂表面阶段。我开始不是讲血小板在这个凝血过程中它起重要作用，现在看到它的这个什么典固阶段它就起作用了，通过把这些凝血因子都吸附它的表面，都吸附到上面。你看看这个反应都是什么，它是酶，这是底物，它活化也好它又变成什么，变成下一个反应的酶了吧，又是这个底物活化现在酶吧，这个活化也又是下一个反应的酶，
所以凝聚反应实际上是一个互为酶跟底物的酶受反应，对不对？好，它这个酶受反应，所以它把这些酶跟底物吸回到一块，空间距离变小，反应速度呢就加快了。所以叠构阶段凝脂啊，表面阶段它的速度就比较快了，第一个阶段比较慢，叠构阶段呢就比较快了啊。你看在这个阶段发原子啊，它是一个加速原子，如果没有发原子，这个实原子对这凝聚酶的活化作用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啊，必须有了它以后才能够这酶受反应呢才能加快啊。这是叠构阶段啊。好，形成了这个凝聚酶啊，刚才讲凝聚酶就能够使血液中间的纤维蛋白原水解形成呢纤维蛋白啊，形成纤维蛋白。同学们注意，刚形成的这个纤维蛋白它是一根一根的啊，它是溶于水的啊，它在十三因子的作用下，这些溶于水的单个的纤维蛋白就会交联在一块，就形成这纤维蛋白网啊。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我们把一根这个纤维蛋白看作是一根稻草，然后在十三因子作用下呢，等于把这些稻草呢就凝成粗成了呢草绳，那我们知道草绳的这个牢固性那就远远高于什么啊单根的稻草啊。我讲比喻不恰当，自然认为是，所以它形成纤维蛋白网以后，它就不溶于水了啊，就能够把这个血液中的血细胞就网络在一块，那就才能够形成什么牢固的啊血凝块。在临床上面，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病人，哎，如果是三因子缺乏的话，走出去我们可能生理性失血几分钟就停止了，对不对？哎，走出去停止了，哎，过得好发现又出血了，又出血了。为什么？它形成的这纤维蛋白这一层不牢固，是吧？在血液流动一冲动又把它什么冲走了，所以这一种叫做迟发性的出血啊，本来止住了，可能是他又出血，然后你们要想到这种病人可能什么是三因子缺乏啊。这临床上面这种啊，有这种病人啊，如果你到血液科的医生的话呢，你就能够遇得到啊。出血还病人可能会告诉他，医生我这出血了好像过来又去，哎，你首先这个想到是不是是三因子啊障碍，是三因子根本障碍，或者是三因子减少，你查过是三因子啊，因为它正好不能够形成这个牢固的稳定的纤维蛋白网，所以止血不牢固不可靠啊。这是啊这个内源性的激活途径，通过十二因子表面激素活化以后就活化十一因子，那十一因子开始这些凝聚因子就到哪里啊？这叫血小板的模定层面。十一因子活化以后就活化九因子，九因子呢再活化呢啊十因子，十因子就是凝聚酶原活化，然后是纤维蛋白血解形成纤维蛋白，纤维蛋白在十三因子的作用下形成牢固性啊更好的交互状的纤维蛋白网啊，这样才能够形成个呢啊及时的血凝块。好，这是这个内激活途径。那么还有一个途径呢，就是啊外周途径，那就是它的启动因素是三因子，现在就组织因子。血管受损伤以后，那么局部组织的三因子淤血，它与这个七因子结合形成一个复合物，在钙离子的存在下，它就能够刺激激活十因子。由于三因子在血管外面，所以叫做外周途径。这个啊一步到位啊，很快就是十因子活化以后的流程呢是相同的啊，相同的。那么这种头是哪个是好绘制完成的呢？就是说这些凝聚因子相互之间的关系啊，相互之间的影响，在你血液凝固之间起什么作用？在1965年啊，美国两家实验室就完成了啊，65年到现在
啊，多少年了，是吧？啊，所以当时是吧，这个提出来的机，哎，大家认为的这个啊，学艺凝固啊，可能改决了，所以给他评价是很高啊，给这个反应啊，我们叫做瀑布反应，你看看，一步步往下面找，啊，就像那个水从山顶上面下来啊，飞流四下三千尺，尤其是这两个过程中啊，这两个过程呢，这个首都一个快一千倍，两个快两千倍啊，快一百万倍了，所以首都越来越快了，一千倍的一千倍了，所以啊，从瀑布反应啊，有的也叫呢啊极点反应啊，一级级的反应连得跨啊，所以这好像这个学艺凝固就搞清楚了，是吧？是的啊。是1965年就到了这个认识，所以现在我们学什么还是这么学的。好，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10分钟。